安、萧天意、姚锦腾、陈振军上台一鞠躬。六月淡淡的花香再度弥漫了整个校园，火红的凤凰花宣告着离别的季节已经到来。艳阳中，丝丝蝉鸣，好似老师们谆谆的教诲及殷切的叮咛，一声一声回荡在耳际，令人依依难舍。六年的时光是多么丰富的一段日子，让我从无知到充实，从幼稚到茁壮。尤其初次踏进这个陌生的校园时，心情因为紧张害怕而忐忑不安，而老师亲切和蔼的态度，笑容可掬地招呼着我们，让我忘记了所有的不安，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中开始了新的校园生活。第一次升旗，第一次在学校用餐午睡，第一次练习排队，有好多好多新奇有趣的第一次都在这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校园中展开。每天一踏进校园，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让人心旷神怡，高耸的教室在晨光的照耀下显得金黄耀眼，像极了张开双臂迎接我的大巨人。操场上是大伙儿大显身手的舞台，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吸收新知、拓展知识领域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马上就能迎刃而解。看到操场角落的几棵凤凰树开满了火红的花朵，我们才居然惊觉我们早已从年幼无知的孩童转变成为即将要毕业的学长学姐。一起走过这六年的同学们，看看我们的奋斗，看看我们的成长，我们有着一起团结之来的荣耀，有着很美的那些点点滴滴，我们有太多值得回味的记忆。以前我们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现在我们即将毕业了，多少年来的欢笑泪水甚至是争吵都是最美好的回忆。六月的风带来了浓浓的离愁，跨不去也挥不掉，离歌清唱之际，由衷的感谢师长们的教导，有你们的带领，我们才能成长茁壮，您的谆谆教诲经验玉律我们将谨记心中，在建德的生活就要落幕，带着希望与祝福走向人生的另一个旅程。六年来，在老师们细心的指导下，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孩童转变成知书达理的少年。师长们都夸说我长大了，懂事多了，而这一句长大了却要我挥别童年的欢乐时光，挥别那朝夕相处的师长及同学们。亲爱的老师，别了，今日的我以建德为荣，希望明日的建德将以我为荣。校园的一景一物，师长们的耳提面命，同侪好友的欢言笑语，这点点滴滴都将成为我心中不可磨灭的美丽诗篇。我们要开始另一段的远征，带着大家的祝福，相信我们都是一艘艘载满希望的小船，乘风破浪，勇敢地航向人生另一个里程碑。最后祝福师长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建德国校校运昌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建德国校校运昌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建德国校校运昌荣。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everything goes well. Wish Gender Primary School a brilliant future. 毕业生代表601蓝雨晴602林延秀603林恩宇604蔡雨安605萧婷宜606姚锦彤607陈姐君下台一鞠躬。